拍生孩子的 vlog， 唉，有一点怪怪的感觉。我生 BB 啦。你生啊？冇生啊，可以冲凉，一个月后先有得再冲，好凄凉。你紧唔紧张啊？我叫不紧张。我叫不紧张的，很紧张。根本无啦啦宫收，要不是我可以等到19号才出来。19号生跟现在生有什么分别啊？分别就是因为那个号码容易记。对。哎，这是谁？三 BB， 三 BB 就是我们的邻居，邻居住在旁边，所以呢，他有时间可以接我老公过来，然后他还傻傻的无端端要在这里等我生，赶快洗澡吧。好吧，你我跟你说，最后推头，坐月子的话不能洗头嘛？手术前6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最后一波了，不再生。我知道你也终于来到这了。每一个孩子都是提前打死我，三个都是提前的。哎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一走一走不好，很好记啊。现在一走一，你都会讲。有咩感觉啊，张生？我有啲紧张。会突然会不会我晕低先？突然啲姑娘要救我。拜拜。喂。你咩感觉啊，爸爸？我话有啲紧张嘛，你又重复问题。啊！现在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等，等到麻醉，然后再让我进去。有一点紧张，确实，虽然不是我做手术，但是还是紧张。怎么感觉时间过得那么慢呢？我觉得都过了1个小时了，可能才等了10分钟吧。啊，为什么还没好呢？但你完全清醒嘅。咩生完啦？生咗块面好似无啦爆晒嘢出嚟嘅，嗬？头先冇噶。有嚟。头先冇噶。玩过嚟嘅啫。边度啊？点解我觉得好似咁多粒嘢嘅？高清啊嘛。唔系啊，之前冇咁犀利噶。编唔走嘅呢啲 video。好正好正你，你睇个肚平咗啦。平咗。好咗啊。佢8磅啊，8磅几啊 ？Thank you。早知食多啲麦当劳啦。I am always on the run. Call me when the moonlight. 我好挂住个仔啊，我唔舍得俾佢哋攞走我个仔啊，我好挂住仔啊。一清醒，马上开始打电话，告诉所有人他的消息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跟我所有最爱我的人说，我爱你。不睡觉。他们都祝福我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完全是佩服啊，只能说佩服。所以男人不要跟女人争是爸爸伟大还是妈妈伟大，肯定是妈妈伟大，看着都难受。其实我这次觉得很开心，好好玩的感觉，不到半个小时什么都做完了。可能我年轻生吧，所以就比较不辛苦。对，年轻很重要，我现在很年轻。1、2、3。每一次见证这个生孩子的过程，都觉得生命特别奇妙，太奇妙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9个月、10个月，然后他不用呼吸，他也不用张嘴吃东西，他能在里面待10个月，然后出来就又能呼吸，又能用嘴巴吃东西，这是不是太奇妙了？所以每一次经历这个生产的过程，就觉得生命很奇妙，要珍惜生命，珍惜。
OK， 很快就要出院了，就可以带小朋友回家了，带宝宝回家，张乐儿。哇！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瓦石陶我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就已为你我而预备。遇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想